有俾我谂过咧，你一年咧，诶，今朝睇下个镜咧，发觉咧，咦，又一年啦，今年同旧年有冇分别咧？有冇人谂过？差唔多到年尾啦，今日睇镜嘅时候，有边个谂过？有人谂过啊？有啲人冇，有啲人有。不过咧，每一年咧，差唔多到年尾嘅时候咧，即系我自己都会咁谂啊，即系诶望下。就發覺，咦，又一年咯噃！我發覺咧，細個嘅時候咧，就好想大個；到而家大個嘅時候咧，又未至好想細個嘅。不過咧，就想後生啲。咁啊，我唔知道大家你坐喺度咧，你有啲咩感覺？有一個人咧去買人壽保險，咁啊，其中啊買一個人壽保險一個問題要寫嘅咧，就填佢寫幾體重啊，寫幾多磅。咁通常咧，姊妹們梗係咧。可能減少十磅或者減少二十磅咁寫落去啦，咁但係咧佢就寫咗咧就係咧189磅 with glasses， 即係連埋眼鏡189磅。咁我賣燕梳嗰個人咧就喺度諗啦，喂，點解你輕啲好啲喎？即係輕啲冇咁多咩嗰啲問題啊嘛，好似即係人壽保險好似嗰啲，點解你唔減咗眼鏡嗰個重量落去，就咁寫幾多磅咪得咯？佢唔得噶，佢話如果我咧搭上嗰個磅嗰度咧，我沖涼房嗰個磅咧，我搭上咗去之後，我除咗隻眼鏡我就睇唔到係幾多磅噶啦。嗱，我唔知道大家咧，你有冇發覺你自己有問題，即係視力有問題啊？開始視力有問題，發覺唔戴眼鏡唔得。但係咧，我就發覺咧，人咧總係喺一路個歲月唔同嘅時候咧，你發覺人生去到唔同嘅階段。啊、去到不同的階段，我問下大家，你吃東西的時候呢，有哪個吃東西呢，一吃，即假設是自己吃先，即不要跟別人一起，第一塊鴿就是鴿最好的那塊，還是呢你第一塊鴿是鴿最不好的那塊，留下最好的那塊最後才吃的，有哪個是第一塊鴿就是鴿最好的那塊，舉手有哪個是留下最好的那塊後來才吃的，舉手，想那些還年輕我有個朋友就話俾我聽，佢以前食牛河咧，成大碟牛河咧，佢梗係咧食曬啲粉先，留翻嗰啲牛肉最後尾食。佢但係而家咧就唔係啦，而家咧一坐低咧，因為佢最中意食啲牛肉嘅，係但係而家咧坐低咧就食曬啲牛肉先，因為佢話咧如果食曬啲粉咧，佢已經驚佢一陣間自己唔可以食到啲牛肉落肚啦，因為太飽得滯啦，因為年紀已經大啦，唔可以再食到咁多嘢。嗱，我諗人生我哋喺唔同嘅階段裏邊，但係無論我哋喺邊個階段都好咧，其實都係神嘅一個嘅恩典。大家有冇諗到？今日我哋後生係神嘅恩典，今日我哋年紀大啲咩都係神嘅恩典，喺唔同嘅階段裏邊啫。有一個嘅姊妹咧就問一個宣教士，佢話：，我真係唔明啦，點解神咧要整到我哋咧，即係又老又軟弱咧嚇 ？Why does God let us get old and weak？ 點解咧？你有冇問過神呢個問題啊？咁咧，嗰個宣教士諗咗一陣間咧，就同佢講啦。佢話：，我諗咧，神其實喺我哋生命裏邊咧，時時都俾我哋有呢一個嘅力量，同埋俾我哋有一種嘅美麗啊。但係咧，呢一種嘅美麗咧，可能喺我哋年青嘅時候咧，就是 physical 嘅，就係喺呢一個身體上邊、肉體上邊啊，我哋有呢一個力量啊，我哋有呢個美麗。但係到我哋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嗰種嘅美麗同埋嗰種嘅力量咧，已經唔係再係外表。而是咧反轉咗落嚟咧，就係一種人生裏邊我哋嗰個內涵啊，同埋嗰個嘅靈命裏邊係 spiritual 嚟嚇，我哋能夠咧去嗰種嘅美係已經係從經驗裏邊咧，我哋能夠反映出人生嗰種嘅美麗或者嗰種嘅力量。咁而點解神腳咁樣咧？就係俾我哋睇到咧，原來咧。身體上邊啊，係一個嘅過程，係有一個衰殘嘅情況喺度。無論我哋幾靚幾有力都好，但係去到一個嘅階段咧，嗰啲嘅嘢都係會改變，外在嘅嘢都係會改變。而最重要咧，就係過咗嗰個外在嘅階段之後，踏入永恆嘅時候啊，我哋第日去到天家嘅時候，我哋嗰種嘅美麗同埋嗰種嘅力量喺神裏邊嗰種嘅美麗同力量係點樣樣？神就俾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俾我哋經歷嘅時候咧，讓我哋能夠向往喺呢一個原來呢個世界上面嘅嘢咧，只不過係一啲好虛幻嘅嘢，會變嘅嘢。而係咧最重要嘅咧，就係去到呢一個嘅永恆嘅角度裏邊嘅時候咧，嗰一樣嘢先至係永遠唔變。今日咧，我哋講題咧叫做種乜嘢收乜嘢。今日大家弟兄姊妹，我想。让我们一起用一些时间去学习，在生命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或者我哋种下啲乜嘢嘢，嗰啲嘢先至会喺永恒嘅角度里边咧，系有呢一个嘅重要嘅价值嘅咧。我哋可以种下啲乜嘢嘅善因咧？嗱，大家打开有圣经嘅话，你请你打开加拉太书第六章七至到第十节。加拉太书第六章七至十节，新约圣经第267页。新約聖經267頁，找到請聽我讀下。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信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信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在這段的聖經裏面告訴我們，就是我們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我們種些什麼呢？收的都是些什麼？第一件事就是講到我們不要從著情慾殺種，因為情慾殺種就會收敗壞。也可以說，如果我們從情慾殺種，那些東西是會變壞的，是敗壞，不可以落入永恆，也都沒有這個永恆的價值。有時候我們想想，就是我們現在反省一下，在你生命裡面，你每一天做的事，其實就好像神給一些資源你，你將那些資源怎樣用呢？你將那些時間怎樣用呢？你將那些錢怎樣用呢？你將你的生命怎樣用呢？你將你的才幹怎樣用呢？那你想想，我現在用了多少東西，那些東西是投資在那些會敗壞的東西上呢？或者 是按著情慾來去殺種的呢？在傳道書那裡講到，即二章一至二節那裡講到怎樣呢？他說如果按著情慾去殺種的呢，到最後我們其實都是得來的，只不過是這個勞碌和受煩。你想想這裡，我想特別那個即是傳道者所羅門王，根據傳統講法，就是寫這段書的時候講到怎樣他用享樂，怎樣做最享樂物質上面最好的東西來去刺激自己的感官以致到自己有這個刺激，或者得到一些享受等等。但到頭來他發覺只不過都是勞苦受煩。那你說如果是一個從來都沒有經歷過的人，那你說講這句這樣的話，你可能想著他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即是有錢多好啊，我有享受幾好啊，我可以屋企啊，我唔知道大家啲屋企你嗰啲電視機，即係譬如係嗰個效果係點啊，你個音響係點啊，卡拉 OK 係點啊，但係咧你發覺其實呢類咁嘅嘢咧，你發覺要會升級嘅，係需要升級嘅。你譬如嗰樣嘢你做到咁好咧，咁咧但係咧你聽下咧，你就發覺好似唔係幾夠，要再好啲。咁啊，再好啲咧，你又發覺又好似唔係幾夠啊，又想再好啲。你發覺人嗰種嘅慾望咧，如果只係喺享樂嗰度嘅時候咧，你就會一路咧，好多時候咧都會繼續覺得唔夠，覺得繼續需要多啲。咁而好多時候我哋去好努力咁去工作啊，工作為咗做咩啊？賺錢啦，賺錢為咗做咩啊？為咗咧嚟到滿足喺我哋生活裏邊嘅需要啊、享受啊等等。咁但係你發覺有陣時咧，我哋入咗去個圈裏邊咧，你就發覺好似走唔甩咁喎。發覺入咗個圈裏邊咧，你就發覺哇，一日做一個禮拜做好多嘅工作，每一日做好多好長嘅時間，好似跳唔出嚟。咁啊，所以咧你就要咁辛苦做工唔得，要享受一下先得。所以咧到即係週末嘅時候，可能就要享受一下啦。但係你其實忘記咗，原來起先你去追呢啲嘢嘅時候，就可能係為咗享受喎。咁結果咧追嚟追去咧，好容易就走唔出啦。奧古斯丁話咩咧？奧古斯丁話神啊！你做人的時候，你將一個空間放在我們生命裏面，然後我們心靈的位置除了神之外是沒有任何的東西是可以完全的填補。那些東西不是不可以填補，可以填補一些，但你發覺不可以完全的填補，令到我們真的覺得有這種的安全感，或者有這種的滿足。Jeremy 一個心理分析學家，他寫了一本書，那本書叫做 Addiction and Grace， 就講到一個人呢，即係上癮啊，同神嘅恩典係有咩分別？佢話咧，現代嘅人咧好多癮嘅，即係好多嗰啲上，譬如毒癮啊、酒癮啊、賭癮啊、煙癮啊，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癮。你諗唔諗到仲有啲你自己上過啲咩癮？有冇人上咗電視癮嘅？
而家電視做到邊一集啊？都唔知啊，即係你發覺咧，我哋一日睇幾多個鐘頭電視咧？或者有冇人上波癮噶？嚇、啊，都可能會有啊！你知點解咧？點解我哋有陣時會有啊？都有，我見到有人舉手啊！好勇敢啊！啲弟兄姊妹，嗱，點解會點解會咁咧？好多時候就因為咧，有啲嘢我哋發覺，咦，好似唔係好滿足啊！喺某啲嘅情況裏邊嘅時候，我哋希望有某一啲嘅嘢能夠可以滿足到我哋，但係咧喺呢一度聖經裏邊就話俾我哋聽，世上邊嘅嘢我哋一路追逐都係空虛愁煩，但唯有咧只有神佢自己咧先至能夠真真正正填補到我哋心靈嗰種嘅空間，因為當我哋其淨係按住我哋自己嗰個自我中心或者享受或者物欲等等嘅嘢嚟到去追逐嘅時候，或者投資我哋生命嘅時候咧，嗱嗰啲嘢我哋投資咗咧，唔係可以得到永恆嘅一個嘅回報喺度。最近咧香港咧就即係經濟麻麻地啦嚇，咁咧就好似沙田八百半執笠啦。咁啊，執笠之前咧就哇啲人啊排隊啦。咁啊，沙田八百半執笠咧，不但止喎，就連影響埋咧，啲人開始去擠提喎。擠提咩咧？擠提聖安娜餅店啲蛋糕。大家有冇諗過一次過擠提幾廿打餅？咁啊，有啲咧就擠提咧，成即我諗可能成30打、50打咁，即係嗰啲餅卡嗰啲啦嘛，擠提曬翻嚟，擠提翻嚟咁點算咧？咁啊，唯有食啦，係咪啊？於是咧就餐餐唔食飯啦，一家大細咁啊，六口咁啊，即係日日食蛋糕，食幾餐咁食到飽為止咁。咁有啲咧就有人哋訪問佢哋咯，喂，做乜你去擠提啲蛋糕啊？嚇，擠低提啲蛋糕攞咁多翻去點食啊？佢個心態就點咧？乜所謂？唔擠提又唔攞個笨啦，攞咗翻嚟喂狗都好啊咁。嗱，我唔知道大家你睇見呢件事嘅時候，你個心態係點樣樣啊？你有冇發覺人有陣時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咧，我哋有陣時會有一啲嘅嘢咧，係專注咗喺嗰啲係會變嘅嘢裏邊啊！嗱，我諗喺呢件事裏邊咧，即係同人嗰個嘅安全感係有問題嘅，因為冇安全感啊，所以咧即係起碼攞定啲都好啲喺手上邊。但係唔知道原來嗰啲嘢喺手上邊係會變質嘅喎。我諗唔單止淨係餅店，我舊年去英國探我妹妹。咁去探佢嘅時候咧，咁佢突然間同我講一樣嘢，咁即係我哋去旅行嘅時候，有陣時去買啲紀念品啊，我自己好少，咁佢咧就起先咧就買好多啲紀念品，買下咧佢話：，家姐我而家唔買啦。咁我話點解？佢話：，我發覺咧買埋呢啲咁嘅紀念品，即係茶壺啊、杯啊嗰類咁嘅嘢啊。佢話咧，我第日準備移民嚟美國噶嘛，我而家申請緊佢。佢話：我買埋咁多呢啲咁嘅嘢，咁啊第日點咧？第日咪要抌，或者第日咪帶唔到過嚟，咁即係都係唔好買呢啲嘢啦。嗱，我發覺呢個其實都有一定嘅智慧喺度。弟兄姊妹，你有冇諗過第日你都會移民噶？你有冇諗過啊？第日你都會移民噶？你移民去邊啊？係啊，真係好啊！起碼你講得出第日移民去天堂啊！我問你啦，你第日移民去天堂嘅時候，你帶乜嘢去咧？又帶聖安娜餅店嗰啲蛋糕去？你帶啲乜嘢去咧？我哋可以帶到啲乜嘢去咧？你有冇試過？有人話咧，佢話咧，生命咧有陣時好似咧一把長梯啊，一把好長嘅梯，拍喺一埲牆嗰度。咁然後咧，你咧就喺人生就好似你一路係咁爬嗰頭條梯啦，一路爬一路爬嗰個過程嚟嘅。咁你爬到個頂嘅時候咧，先發覺咧原來咧爬錯地方喎，嗰條梯拍錯咗牆啊！拍錯咗另外一半，我本來唔係要爬上嚟呢度嘅，要去爬嗰度。但嗰時又太遲啦，又唔可以重新再嚟一次，再爬一次啦。咁啊，人生爬到咁樣咧，你就發覺真係好悲慘啊，係咪啊？今日我哋仲有生命有氣息嘅時候，弟兄姊妹，我問你，你第日移民去天國嘅時候，你帶乜嘢去？你點樣準備你自己？我哋做基督徒，我哋點樣準備好我哋自己去面對神或者面對永恆嗰個生活咧？我哋撒啲乜嘢種？神今日俾你有嘅資源，你點樣用啊？嚇！你撒啲咩種就收啲咩果喎？咁我哋今日點樣用咧？咁我哋睇下喺聖經裏邊，聖經教導我哋點樣順住聖靈去撒種。咩叫順住聖靈嘅撒種啊？收永生。所以永生呢一個角度都好重要，就係講到咧點樣從呢一個嘅從聖靈撒種，就係按住神嗰個嘅角度，按住聖靈嘅角度，我哋去睇一樣嘢。然後咧，即係當我哋用呢一個聖靈嘅角度，用神嘅角度去睇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哋就發覺咧，我哋突然間可能睇到神佢自己嗰個嘅手，同埋睇到神佢自己個計劃。睇到神嘅計劃嘅時候咧，我哋希望我哋能夠成為神嗰個計劃嘅一部分。
在这个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计划的一部分的时候，我生命就突然间改变了。我的生命即是你拍啱了一埲墙，你拍啱了一埲墙，你爬上去，你无论爬到几高，你爬到去的时候，你发觉我们的生命都是有价值，我们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神创造我们其实是为了在这个过程里面预备我们怎样踏入永恒。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出世？阿妈生我咯，为什么阿妈不是生那个，是生你呢？这个是一个神的恩典，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出生基本上是有神的安排，还有是神的一个的恩典。神给我们在世界上经历过这么多这些东西，其实是要预备让我们怎样的能够踏入永恒的国度里面的时候，还有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都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都能够做一个荣耀神的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怎样的来到去投资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怎样投资我们的生命？我们重新一次 evaluate 一下，即是评估一下我们自己1997年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做了什么，我为神做了什么，我为自己做了什么，我为我家人做了什么。这些东西会不会继续停留下去呢？我带不带得走的呢？在永恒的角度来讲，有没有价值的呢？有没有最终目的的呢？我想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永不止息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是不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是爱。所以你发觉有什么是永不止息的呢？有什么是永远长存永恒的呢？信望爱，而最大的是爱。今天我想第一件事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样去爱神，怎样去爱神，怎样去爱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在你生命里面，我们怎样去表达这件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一个爱的关系？今天我问你，你爱不爱神啊？爱不爱啊？如果你说不出，那不是是很糟糕。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说不出，喂，你爱不爱神啊？我爱，那 就很糟糕了。就正如你两个结了婚的太太丈夫经常问，不是太太，通常丈夫好像很少问的，不知道弟兄们是吧？太太很喜欢问 你爱不爱我啊，即问个丈夫啊。那个丈夫通常，哎，不要那么肉麻啦，通常老夫老妻不用说这些东西了，是吧？其实即他说老夫老妻都好，那都即的意思都是爱啊。那很重要，两个人的关系，那个关系是我们今天那个关系是爱定不爱，那个关系很重要。那个人你究竟着不着紧那样东西？你究竟着不着紧那个人？定是大家已经好像，哎，淡而无味那样呢？那就糟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会不会淡而无味啊？最好就不会了，真的好了，哪个弟兄姊妹说不会？但是呢，有时候可能呢，在某个情况里面，不是神对你淡而无味，你对神来讲是如珠如宝的。不过有时候神对我们来讲就好像禾杆草一样，即我们对神，即你发觉神呢对我们，他那个爱是永恒不变，所以他已经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界上，即是为我们舍命，以致到我们能够有救恩。但有时候你发觉我们呢，相反呢，在我们或者很顺境，或者我们不需要靠神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有时候会离弃了或者忘记了，是不是？当我们忘记了或者离弃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我想我每一刻，由哪一刻我们想起，哎呀，神啊，我好像忘记了你，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立刻，神啊，对不住，重新即立志悔改，神啊，对不住，我不想的，求主你亲自帮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圣经里面说的，人会怎样？人会好像老底家教会是怎样？有些不冷不热，即是不冷不热这样的态度，来到去对神，神就说，哎，即不好了，这样的在圣经里面就说，哎，我会从我的口里面吐出来。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第一件事，我们学习怎样去爱神。而我们说我们跟神爱神的时候，跟神建立那个密切的关系的时候，那一样东西从哪样我们可以表现到出来，就是从我们怎样去顺服神。神说你们爱我那些就要怎样，你遵守我命令那些就是爱我那些。而且呢，圣经里面说他的诫命也不难守的。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其实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祂的能力，我们可以遵守到祂的诫命，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得享到神祂自己那种的恩典。大家守神的诫命呢，对我们好还是对神好啊？
是其實對我們好，你不要想著神的戒命其實是用來限制我們，其實神的戒命或者神他自己的指導那個限制其實是用來釋放我們，讓我們有一個足夠的空間，在一個空間裡面我們能夠安全這樣 去面對我們的生活。所以其實這個是 一樣好東西。我最近有個親戚跟我通電話，咁咧佢咧就好煩。佢點解好煩咧？佢同兩個仔好唔掂。咁咧就佢咧就好鬆啊，即係鬆到咧，即係嗰啲細路咧中意做乜就做乜。咁咧就發覺個仔越嚟就越唔聽話啦。咁咧就我話：誒、哎，咁你我話咁打得唔得啊？佢話：我哋喺邊度啊？你住喺邊啊？佢住喺加拿大。佢話：加拿大打個細路要告嘅嗱，我好少可諗住咁樣嘅，因為我最近先打過我仔嚟，咁唔聽話要打啦，係嘛？哎、大家不過你小心啊，即係記住啊，牧師不是虐待他啊，我是打手板的即係唔聽話，即係講明咧，你唔聽話，即係要打幾多下手板咁樣先打手板嘅。咁但係我發覺咧，喺細路細個個過程裏邊咧，我哋需要俾細路仔一個嘅界限啊，俾佢知道誒邊、一個界限，邊一個 boundary 係安全嘅。喺呢個 boundary 裏邊咧，佢可以應該點樣做？但係如果細路仔完全冇界限嘅時候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好驚嘅，因為佢唔知道可以行幾遠啊。所以呢個細路咧就係咧。譬如我運佢咁運佢喺房啊 ，time out 佢啦，得唔得啊 ？ground 佢啊嘛，去 ground 佢啊，咁佢咪喺房裏邊大叫咁，即係大跳或者即係揼牆揼地咁啦嚇。嗱，我唔知道大家弟兄姊妹你會點做？你會點做？但係有陣時候我哋咧就係、是、好似嗰啲嘅細路仔咁樣，但係神仍然用嗰個嘅愛心，仍然用嗰種嘅。佢嗰種嘅慈愛，仍然用佢自己嗰種嘅方法嚟到去教我哋，嚟到去幫助我哋，等我哋去回轉，係俾我哋有適當嘅即係一啲嘅命令啊，或者一啲嘅限度啦，俾我哋知道應該由點樣，即係有啲嘅跟從，我哋應該點樣做，所以讓我哋去學習點樣嘅依從神佢自己嘅嗰個嘅遵守佢嘅計劃，然後咧。遵守他的命令，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能夠知道，就是我去表現到我們是去愛神。而另外呢，就是講到怎樣愛人。愛人呢，其實聖經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教導，但是呢，即今天呢，我想即因為時間的問題，我即很簡單地跟大家講幾個的原則。第一件事呢，在這個馬太福音裏面呢，主耶穌基督說律法和先知的總綱就是在哪裡呢？即是講到即是怎樣愛神愛人呢，就是你們願意人家怎樣對你呢，你也都怎樣的對人啊。這件事呢是我們做基督徒的原則。中國人呢，就是孔子說什麼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比較是消極性的，就是你不想人家怎樣對你，你就不要這樣怎樣對人。但是聖經裏面呢，就教導我們你想人怎樣對你呢，你就怎樣對人。我們在生活裏面應該主動的對人好，做基督徒。那你說喂不是、哦、我主動對他好了他都不對我好、哦、那怎樣、啊、那我們可不可以就不對他好了？在聖經裏面的教導說什麼呢，就是說、欸、我們要愛我們的敵人，是吧？還有我們要不斷地去赦免人，他做得不對不等於我就有這個藉口或者理由去做得不對。所以我們應該同樣當去做善事的時候，即是去殺一些 善果善因的時候，其實那樣東西都是我們做基督徒我們應該做的事。我們對人好的時候，其實就是殺一些善果善因，在種一些因，在一些好的因的時候，可能會對那個人有一些改變，以致那個人改變的時候，以後會結出一些善果。所以讓我們多去學習怎樣去用神他自己的愛來去先對人好，以及堅持的不斷的去對人好，以致在生命裡面人家可能會感受感動的時候作出一些回應，而我們自己仍然是可以反映出神他自己的樣式。還有就是誰、就是、主耶穌基督教我們 在、就是、我們中間誰要做大的呢，就要做最少的來去服侍人家。我想我們學習怎樣的是在這個服侍彼此服侍的工作上面來到去、就是、表達我們那個的、對神和對人那種的愛。以後神也都說、就是、當他綿羊和山羊的比喻的時候呢，神去說什麼呢，我們第日怎樣上天家的時候，很多時候真的看我們怎樣的在生命裡面作這些事，在一些最小的弟兄身上，所以讓我們一起的學習懂得怎樣切實的相愛。還有有什麼東西在永恆的角度裡面是重要的呢？弟兄姊妹，傳福音是很重要的。
今日即係琴日，當我去我哋去到即係 Jane 媽媽嗰個嘅喪禮裏邊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咧，即係點解大家可以即係有一種輕省嘅心情？因為我哋知道有一日我哋喺天國裏邊會再見。今日你有冇諗到即係福音呢一樣嘢嗰個嘅重要性？嗱，有陣時我哋覺得傳福音都係好嘅，不過我哋冇咗嗰種嘅急切，嗰種嘅真係好急切知道呢一樣嘢係好重要。事，我哋點樣同我哋嘅家人去影響？你有最好嘅嘢，即係你乜嘢嘢係可以俾到你嘅家人，係可以對佢有永恆嘅影響嘅咧？其實就係傳福音呢一樣嘢。今日咧，我琴日同李生同李太佢哋一齊出去啊，李伯同李母。咁啊，李伯咧就首先嚟呢移民美國嘅，係嘛？你嚟咗幾耐，然後先至申請啊李太啊同埋啲仔女嚟啊？幾多年話？十年啊！嗱，咁你發十年定三年啊？十年嚇，咁你發覺咧，點解李伯唔嚟咗呢度十年喎？咁長嘅時間喎，中文唔娶過另外一個老婆啫？嚇，點解要即係繼續十年時間都好，即係繼續去即係照顧家人嚇，然後咧就即係最後都要申請佢哋嚟，咁啊嚟咗個太太嚟咗，跟住又申請埋啲仔女一齊嚟，點解咧？因為佢愛佢哋啊嘛，係咪啊？因為佢愛佢哋啊嘛。嗱，我問你啦，你移民啦？你帶唔帶埋你家人去啊？帶唔帶啊？你捨唔捨得離開佢哋啊？唔捨得嘅，我諗，唔係我諗啊，即係起碼我自己我就唔捨得啦嚇。即係我嘅屋企人，我愛嘅人，我親近嘅人，我都想佢哋能夠得到一樣好嘅嘢，同我一樣。所以喺我哋呢一個嘅去行上即係呢一個人生嘅道路裏邊，我哋搭一路，其實我哋一路向緊一個旅程啊！你知道又好，你唔知道又好，我哋都係向緊同一個方向行啊！就係咧，時間一路都係過，我哋都係向緊即係天國嘅道路去行。希望係咁啦，唔好另外嗰條路咧，另外一條路唔掂噶嚇。咁咧，所以咧，即係讓我哋一路行呢條路嘅時候咧，我哋醒覺就係我哋點樣嘅去帶埋我哋其他嘅親人啊，我哋關心嘅人，讓佢哋都能夠得到呢一個福音，因為呢一樣嘢對於佢哋嚟講係一樣永恆嘅嘢，係一樣有價值嘅嘢，係一樣好重要、好重要嘅嘢嚟。最近咧睇香港啲消息咧，禽流感好犀利啦。佢其實叫做 H5N1 嚇，嗰種嘅病菌。咁咧就而家咧，好似咧即係最近講咧，到目前為止咧，就已經有九個人咧係證實係染咗嘅。即係呢個係根據25號嘅資料啫嚇，就係九個人係證實染咗，有6個咧就懷疑係即係染咗呢種病。咁有4個已經死咗啦。咁好似最新消息咧，今朝我得到嘅咧就係好似香港唔知係咪有有8個人咧，係因為呢一樣即係問題咧，就已經係身體即係已經死亡。咁啊，因為呢個問題咧，我哋上個禮拜日咧，即係呢個主日學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咧就即係討論到，咦，末日係咪就嚟快到啦咁？咁啊，其實喺聖經裏邊都講嘅，即係到末日嘅時候咧，即係會有好多好多污染嘅問題啊等等。咁我覺得都有一定嘅預兆，但有冇人知道幾時咧？台灣有啲人話3月咧，係咪啊？出年知唔知啊？咁啊！即千祈唔好信啊，因為咧有啲咧就從直頭同香港唔係香港政府，美國政府即係大家雖然佢哋冇正式邦交，但係都好似即係講過下，即係大家通知佢一聲，就係可能咧會即係佢哋去邊度咁集體自殺或者點樣樣。你千祈唔好信呢啲嘢。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弟兄姊妹，我哋有冇人知道神幾時翻嚟啊？冇人知㗎，可能唔係下出年3月咧，可能係出年1月咧，有冇人知啊？冇人知道，我哋要好好咁樣預備好我哋自己。今日我哋究竟每個人仲有幾耐命，我哋都冇人知道。所以咧，讓我哋喺時間緊迫嘅時間裏邊，我哋時時去諗翻，就係珍惜好我哋自己嘅生命，珍惜我哋嘅時間。你諗下，你仲有呢啲嘅時間同埋光陰呢啲嘅資源，我點樣用？你爬緊嗰條梯嘅時候，你條梯係拍住邊埲牆？我哋知唔知道？讓我哋真係將我哋嘅生命投資喺神佢自己永恆嘅角度裏邊，一啲有價值同埋有永恆意義嘅一啲嘅事物裏邊，我哋一齊低頭祈禱。主啊，我哋求主你自己親自嘅去幫助帶領我哋，讓我哋有智慧有聰明，讓我哋知道點樣數算神你俾我哋喺 在世腳上邊嘅時候嘅日子，以至到我哋能夠真係按住主你自己嘅恩典。
按住主你自己加俾我哋嘅力量，我哋能够去荣耀你同埋颂赞你，亦都懂得点样嘅，真系将我哋自己嘅生命去投资喺一啲永恒嘅角度嘅事物上边，嚟到去荣耀主你自己嘅名，同埋讨主你自己嘅喜悦。求你与我哋同在，加添我哋呢一个嘅能力。咁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哋一齐。